想不到现在竟然连一朵野雏菊也见不到了，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。有，有，当然有。其实再没有机会见到也不要紧，反正现在能再踏上这片土地看上一眼，我总算心安理得，了无牵挂了。燕老板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人总得往前看，何必老想着过去触景伤情呢？啊，要不然我领你去一个开心的地方怎么样？啊，好。燕老板，走。我跟你说，那边的就在那儿啊，未来。哎呦，燕老板。快到了，就在这儿。这儿，小心点啊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哦，燕老板，是不是觉得这里面太狭小、太寒酸了？古人不是说过“世雅何须大”吗？这里的环境看来不错，挺幽静的。是吗？燕老板，不瞒你说啊，这房子是我费了一番苦心修葺而成的，准备日后与我的夫人一同来养老的。原来如此，不知何捕头打算何时把尊夫人接来安居呀？燕老板真会说笑，在下至今仍是孤家寡人，哪来的老伴儿啊？房子是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有一个白天为我主持中馈，傍晚抱着孩子在门前等着我回来的女主人呢。叶老板，你看啊，我准备在这里啊搭一个竹棚，上面呢种一些瓜藤，下面再放两张竹榻，到了夏天呢便可以在这里乘凉了啊。叶老板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好啊。还有这儿啊，我打算再建一个猪圈，养几头小猪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哪有人把又臭又脏的猪圈建在前院的？对，要不然就养小鸡，要不然就挖个小池养些小鱼，你看可好，叶老板？我看倒不如多种些花草，每天起来可以多听些鸟语，多嗅些花香，多么写意。对，说得对，不如咱们就种些野雏菊吧，你看好不好啊？何捕头，你是不是有点糊涂了？既然是野雏菊，自然只能生长在野外，又怎能栽种在院子里呢？对，我真糊涂了我。叶老板，不如我们进屋子里去看看吧。叶老板，请进。你看啊，这里是大厅，我准备在这儿啊放一个方桌，还是圆桌比较好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都挺好的。这里应该多开个窗户，多透些阳光。好主意。我们再进里间看看怎么样？叶老板，你看啊，我准备在这儿啊放一个大屏风，你看好不好啊？这里呢准备放一个大衣柜啊，你看。你想怎样便怎样吧。怎么了？燕老板，你正站在我的床上说话呢。何捕头，你是一个老实人，将来哪个女人要是做了你的伴儿，我看她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很幸福的。我祝福你们白头偕老。
哎呦，叶老板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真糊涂，只顾说这说那的，忘了你大病初愈，不宜吹风太久。我这就送你回客栈休息，身子要紧呐。叶老板，回房休息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何捕头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正想问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跟叶老板出去这么久，你们两个有没有这个？什么这个那个的？我可警告你啊，以后你看着我再像老淫贼一样，小心我封你这云来客栈。喂，何捕头啊，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再走啊。说，这块玉佩是从哪儿得来的？说。太好了，有鱼有肉，好姑姑，你可真了不起，又会做家务，又会烧饭菜，还有白米饭呢。太棒了。哎，东东，肚子饿了吧？快叫你爹起来了，他也该起来了啊。爹，你起床了。好姑姑已经做好饭，今天我们不用吃面条了。王老板，你的精神看来好点了，你是近日太劳累所以才病倒的，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啊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的家？你一个县太爷夫人经常跑到我们家，又是烧饭又是做菜又是洗衣服，这算什么吗？爹，闭嘴，这没你的事儿。王老板，你病了，我来照顾你们一下，难道也做错了吗？你好像还没听懂我的意思。这里是我的家，东东是我的孩子，我们不需要你照顾。你喜欢吃白米饭，我们不喜欢，我们只喜欢吃面条。好，既然你不欢迎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东东听话，姑姑要走了，有机会姑姑再来看你啊。王老板，容我多说一句，我在厨房已经替你们烧下了一锅肉汤，你该多喝点补补身体，这样你的病才会好得快一些。爹，你怎么了？我扶你回房去。哎呀，大小姐，你听我说吧，这世上真的不可能会有这种大好人的。你阅历尚浅啊，不知人心险恶。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，胃口全靠一片心。说到底啊，我的江湖阅历还是比你丰富一点啊。哎呀，够了够了，我看你是自己不喝酒啊，嫉妒人脸红。你就是因为样样都不如人才看人家不顺眼的，你心胸如此狭窄呀，还算是个男人吗？哎，你竟然侮辱我的人格，你有点太过分了啊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看你是狗眼看人低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够了，我受够了。啊，真的受够了？那你赶紧走吧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走啊走啊走啊走。我告诉你啊，费大娘去向左师傅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要不是看在她的面子上，我什么费大娘啊，你是看在50两金子的份上。哎呀，真是见钱眼开呀。真是不知羞耻啊。你看人家邱公子啊，是多么仗义疏财啊，你也不拿块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呀，有哪一点比得上人家啊？他不过是有这个臭钱罢了。那文才武功呢？你又有什么呀？居然一天到晚还厚着脸皮自称自己是未来天下第一剑呀，哈哈。我看邱公子啊才配称是天下第一剑吧，就你那三脚猫的剑法只配给人家扫地吧。我忍，你除了忍还能做什么？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嘛。哎，你别想趁机溜走啊，你别走啊。喂，糟了！哎呀，快来救我呀！
哎呀，快来救我！哎呀，哎呀，呀，喂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，每次都被人家给吊起来啊！哇！哎，快来救我！太好了，喂喂，你去弓箭长，哎，上面的空气还新鲜吗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挺新鲜的。哎，你别笑了，快放我下来吧。哦，让我去救你呀、啊！哎，你还在笑什么？啊，你又像平常那样笑了？你笑得挺阴险的，难道？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这绳网呢是有人放的，对不对呀？嗯，嗯。那也就是说，等一下会有人来看收获的，对不对呀？是啊。哎呀，他们一看啊，哇，绑住了你这个小子，他们就会把你放了，对不对呀？对啊。也就是说，我用不着救你了，对不对呀？哎，不对。哼，臭小子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哼。啊、哦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是后会无期。哼。哎哎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哒哒哒哒哒！哇，不会是真的吧？啊啊！哎，啊啊！放我下来啊！喂，第三郎，你还在笑啊？你还不快想个办法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是自身难保，没法救你了。这里四处无人，我看啊，真的只有等那些做陷阱的人来放我们了。第三郎，那你说，这个设陷阱的人会不会是山贼和土匪呀？这很有可能啊。那糟糕了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哎，你有没有看过《水浒传》啊？什么？《水浒传》里面那些强人呢，通常抓了人之后呢，最爱把人宰了，做成人肉馒头。不许说了，要是宰的话，我要让他们先宰了你。嘿，看你细皮嫩肉的，要宰一定是先宰你。你平常啊，服那么多珍珠粉，那些肉质吃起来特别的。不要再说了。喵喵喵，嘿，怕了吧？谁叫你刚才不救我？你这是自食其果。谁不救你啊？要不是你死缠烂打的跟着我，我干嘛会不救你啊？哎，要不是费大娘我看着你啊，怕你逃婚，我才不跟着你呢。哎，要不是我爹逼着我嫁人，我不逃婚的话，说来说去还是怪我爹。哼哼。参将大人，马上跟我回去，调集人马抓人去。是。算了，啊，当破财免灾了。秀儿，秀儿，你快来，跟我上去看看呢。哎，好。哎，慢点。哎，燕老板，你没事吧？雷宝那个狗官，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哦，还好，只是咳嗽几声罢了，没什么大碍啊。要不，我这良心有点过不去啊，不知道该如何向何捕头交代吗？啊，他吐血了！废话，谁没看你的吐血啊？你们俩都废话呀！当然是吐血了。赶快找大夫啊！去快去！哎，你，哎呀，你愣着干什么？你赶快去找何捕头！哎，是。哎，老板，何捕头他又不是大夫，你找他来干嘛？啊，老板，你心肠真好，你是怕叶老板一旦不行了，让何捕头见着他最后一面？你说完了没有啊？你说完了没有啊？何捕头不来，谁来替他付诊费啊？你真傻，快去！是去！哎呀，严老板呐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千万不要死！我这店里已经死过一个人了，你再死就是两个了，以后谁还敢来住店呢？不要死！不要死！爹，
你好些了吗？爹，好姑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把她赶走？都给我听着，把这里前前后后给我紧紧包围住。是，少爷。嘘，走。孩子，是雷暴那伙人来了，赶快从后门溜出去啊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不，我不能走。孩子，你以前得罪过他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逃出去之后去找你好姑姑，他会保护你的。我不走。你要不听话，爹就生气了。听话。我走，我走。爹，你千万要小心啊。你放心，我没犯法，他不会难为我的。快走啊，快走。快，我走了。爹，你千万要小心啊。快走，快走啊。给我拿下！走！是是。哎，雷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哼，上一次算你走运，这次你的把柄已经捏在我的手里，看谁还能救得了你。哎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呐！这个东西你总认得出吧？这是你儿子无意中丢掉的，阴差阳错落在我的手中。不错，这东西是我儿子的。什么？是你儿子的？哼！你这个江洋大盗，还敢在本官面前狡辩！哎，大人，什么江洋大盗？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呐！我来问你，这块玉佩是你什么时候在哪里得到的？这你管不着。嗯，禀告雷参将，前前后后都搜遍了，就是不见这小娃娃。说，你儿子到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嗯，混账！你是他老子，你不知道谁知道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你让我说什么？你敢狡辩？好，看得出你的嘴巴跟你的脖子一样硬。哼，好，我看你能挺多久。带回去慢慢拷问，等我抓住你那个宝贝儿子，我就不信你不老实交代。走走走。你快出来吧，好姑姑，快出来呀！我在这儿呢，过来。东东，你是来找夫人的吧？真不巧，夫人现在出去了，不在家呀。没关系，夫人不在，老爷在呀。走，我带你去见老爷。姑伯伯，不不不，哎呀，怕什么呀？我先带你进去，跟伯伯玩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姑伯伯，我不跟他玩。你放心吧，夫人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再说有夫人替你撑腰，老爷不敢把你怎么样的。如果老爷对你做了什么，由我替你告状，好不好？走吧，走。啊！我要找两个人，一个是胡椒，一个是东东。说，你知不知道他们藏在什么地方？哎呀呀呀呀！真是冤枉啊，雷大人，我真是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哪儿。我不管。说不知道，我就捏断你的脖子，再捏断你婆娘的脖子，听到没有？啊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我想起来，想起来了。啊，听说胡椒是狄三郎的妻子，是梅过门的妻子。不过现在什么关系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别说废话。啊，是是是，你听我说，狄三郎的小子跟关青青、跟胡椒走得很近，只要找到关青青的，就可以找到狄三郎；找到狄三郎，就可以找到胡椒。关青青又在什么地方？这个……哎呀！再说不知道，我真的捏断你脖子，还有你婆娘的脖子，听到没有？又是这句话呀！哦，我又想到了，关青青的老子不是他老娘的老子，他娘的老子好像在城郊有一个倚翠山庄的。倚翠山庄？对了，我怎么就记不起来了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呀，轻点，轻点，哎呀呀呀！哎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哎呀，我不知道，哎呀，我知道，知道了。东东一向跟狄三郎最要好的，说不定跟狄三郎在一块儿呢吧？哎呀，其实我早已经想到了。
哎呀，你真狠呐！小心你夫人。我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，我只是说，你连这个也想得到，实在太高明，太厉害了。你在这里等着，先跟兔宝宝玩，我进去向老爷通报一声，别乱跑啊，听见了吗？嗯。替我纠集人马，马上开赴乙翠山庄捉拿要犯。是，参加大人。我刚才救了你一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雷暴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暴暴暴暴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雷暴现在清醒过来了，他又变回坏人了。他现在要去乙翠山庄抓狄三郎呢。真的？嘘，别那么大声，你给他听见会把我们俩的脖子拧断呢。哎呀，有三有难了，我得赶快去救他。不要去啊，回来太危险了，听见没有？哎呀。死了死了死了，万一他有什么意外，夫人就会怪我了。哎，我多嘴我多嘴我多嘴多嘴多嘴。世人都说美女是愚笨又无知的，我可不这么认为，我要改变世人的这种看法，我要多读书多背诗，我要让自己成为天下第一个又智能又博学的美人。诗经啊史记啊我都读过了，哎，还有什么呢？这本书可真有趣儿啊，叫老子，会不会是老子写给儿子看的书呢？嗯，就这本了。哎呀，又看完一本了。哎，这本书怎么叫孙子？有老子，又有孙子，说不定还有儿子呢，三代同堂。嗯，哎呀，又看完一本了。哎，会不会是三郎和费大娘回来了？不，我可得小心点儿，会不会是来抓我的？是谁呀？是我，东东。是那个讨厌的小东西啊。进来。还人精姑姑。哎，臭娃娃，叫我干什么？我有很急很急的事情找老三，老三呢？哦，你找三郎啊？他呢，已经到很远的地方找那个关大小姐去了。真的？那就好了，因为雷暴那个坏蛋正带着兵要来抓他呢。什么？雷暴？雷暴带兵到这里来啊？我走的是小路，赶在他们前头，不过他们也快到了，快走吧。哎呀，糟了糟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哎，你不走啊？我答应过三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离开他的，我再也不能突然消失了。哎呀，
可是你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因为雷暴看见你也会抓你的。这个我当然知道了，还要你说吗？可是我真的答应过三郎，我再也不离开他了。好，看在老三的份上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真的吗？嗯，虽然你是害人精，但这叫义气，你不懂的啦。谁叫老三是我兄弟？谁说我不懂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两天啊读了好多的书，是饱学知识。我不但懂好多道理，我还知道做人要讲义气，讲信用呢。真的吗？嗯，不信啊，你跟我走，走啊，走啊，来，带你去看看。哎呀，我看你还是先走吧，我怕雷暴来了，连你也一块抓了。我说过不走就不走，我要留下来保护你。保护我？就凭你这个小东西啊！你敢小看我？哦，对不起啊，东东大哥。怎么样？我没有骗你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儿的每一本书我可是都看过了，现在我是才貌双全，不光样子把你那个自以为是的漂亮姑姑比下去了，而且连学问也把她比下去了。真的？嗯，了不起。可惜你还是害人精姑姑，她还是漂亮姑姑。哎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东东，你看现在我们不能出去，只能想办法自己帮自己了。我看过一本很有趣的书，上面有好多古怪的吓人的东西，我想说不定可以帮助我们呢。哎，你看呢？就这本什么子宫什么的。哼，是墨子攻略，连字都不认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有图画可以看呢，你看。哎，真有趣，但在哪能找到这些东西呢？嗯，哎，你看，这不是写着吗？啊，以上所需物品，在京城燕云坊都能找得到啊。什么？京城？气死我了。哎，那倒未必。跟我来，我让你看点东西。嗯，哇，哼，看清楚喽。哇，哎，你看，你看呢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哇，这还有老鼠胶啊。哎，你看爆竹。哎呀，这么多东西打仗都够了。这是不是空城计呀？呸！什么空城计？你是不是听说书的听多了？对不起大人，小人不该瞎说，小人知错。笨蛋！那个空城计是摆来吓唬人的。如果真是空城计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如果不是空城计，更不用怕了。啊，大人英明。给我冲进去！是。饭桶，全都是饭桶。
谁再给我乱嚷乱叫，扰乱军心，我马上把他砍了。是，别紧张，还有第二招呢。哦，给我上！是。哎呦喂！你上吧！哎呦，记什么呀？笨蛋！啊！上！进剥皮，大卸八块，老子就不叫雷暴。不好了，我们赶快走吧，快走！给我上！是是。喂，狄三郎，你快把我放下去啊，不然我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哎，你不要乌鸦嘴啊！你想死，我还不想死呢。那你还不快想办法啊？办法呢，当然是有了，不过……不过怎样？你快说啊！不过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想出来的，至少三天四天吧。我看你还是干脆去死算了。嘘，有人来了。啊！我明明看见竹铃在动，肯定有人中了我们的陷阱。哎呀，你刚才说是竹铃在响的，到底是动还是响？你弄错了，我们就白走一趟啊！不要弄错了啊！哎，我们装死憋住呼吸啊！等他们来了之后呢，他们一定会放我们下来，然后呢，趁其不备撒腿就跑。你往左，我往右啊！喂，是你的左边还是我的左边呀？喂。走到这里，你们还在场，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啊！你们看到，怪不得竹铃又动又响，原来有两个人落网了。哎呀，是你自己说不清楚吗？怪谁呀、啊？这两个人怎么动也不动啊？是晕了还是死了？啊？哎，黄鼠狼，是不是你一时手痒，又在机关中做了手脚，草菅人命啊？你别信口开河，阎王知道了会怪罪的，我哪敢？别说废话了，把人放下来，便知分晓了。是、好。不好了，这小子没气儿了，这是翘辫子了。这女孩也没气儿了，她一样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快跑！哎呀，笨蛋，那边才是左边呢。喂，你才笨蛋呢，你的左边不就是我的右边？哎呀，快走啊！大小姐，快跑！哎呀！别跑！别追了，抓这个回去就可以交差了。有事，快走！好，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！放开我！快走！上！是。好！快躲开！是假剑，都起来，起来！假剑，看呐，别怕，我们还有下一个机关。给我冲进去！是。1、2、3。混蛋，气死我了！都给我起来！燕老板怎么样？哎呀，不妙不妙啊！是哦，大夫问这开水怎么还没烧好啊？来了，开水来了！哎呀，快去呀！好好好！哎，好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燕老板他平安无事，天福天寿，长命百岁。你可千万别在我的店里咽气，不然你住的房间我又要好久都租不出去了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夫人，请坐，请坐。
小人马上泡壶好茶。今天呢，难得夫人光临呢，真是蓬荜生辉，小店的光荣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只是大老爷怎么没陪夫人来呀？啊，他忙着呢，没空。哦，应该应该啊，大老爷日理万机，忙是应该的。添壶酒啊，怎么没人送茶来呀？不好意思，稍坐一会儿。我们这怎么还没上来呀？啊，就来就来。喂。哎，怎么还没有人出来泡茶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老板，要不要给燕老板送点？啊，去去去，快点，有贵客来啊，你快点下来招呼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快去啊！哎，好，快点啊！哎呦，什么事啊？福宝，燕老板情况危急，我这急需一位女子帮忙啊！各位，现在性命攸关呐，有哪位女菩萨愿意伸援手帮一下？啊！我去。夫人，阿强，阿强，你还不赶快重新煮药去？哎，是是，没事，快去煮药。怎么会这样？回夫人，其实病情并没那么严重，当然并不是不严重，他这个嘛，我就不说了，他是血痰堵住了喉咙，想咳咳不出来，把喉咙给咳上了才会这样的。我本来想用热气熏他，慢慢来，一定会有用，我怕来不及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要我做什么？我想给燕老板施针，夫人则帮忙拍拍燕老板的背，看看是否能帮他把血痰咳出来。还磨蹭什么呀？快开始吧！是，夫人。福伯，何不同？福伯，叶老板他怎么样了？非常不好，连大老爷夫人都上楼帮忙了。什么？你是说燕老板他要走了？哎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啊，他还没什么危险呢，就是有危险也变得没危险了。不过如果真的有危险的时候，有大夫和大老爷夫人在照顾他，有危险都没危险了。你说了等于白说，我自己上楼看着去。到了。哎呀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，别来烦我行不行啊？这事儿我们办不了了。什么事啊？雷暴把王维人又抓进了大牢。哎呀，他抓他，他大不了少卖几碗拉面。雷暴也没这个狗胆子害他。你们给我盯着啊，别来这儿烦我。哎，他不，王老板被抓，那东东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是捕头，不是帮人带小孩的。哎，头啊，还有事儿呢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雷暴带着大队人马去了乙翠山庄，看来是要抓胡椒。哎呀，他抓胡椒也不会马上处死他，他只不过是拿他当替死鬼，等他抓到人呐，咱们再想办法吧。哎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现在胡椒跟第三郎在山庄里面，他们被人抓的时候没得反抗，一打起来有什么闪失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件事啊，关大小姐怎么办呢？你们几个都不理他，他是从京师来的，有头有脸，万一他有什么损伤，你身为地方捕头，你责无旁贷。头，要不我们先去，雷暴多少有点顾忌，不敢太乱来。你看行吗？头，雷暴已经出发一段时间了，要去现在就得去呀。是啊，你还不敢去，就是公私不分呢。如果你为了女人，你就太自私了。对，我太自私了，但这一辈子就这一回。你们赶快集合人马，等我回来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头，哎，你这样去，你会终身遗憾。我要现在不上楼，那条胡椒也不会马上处死他，他只不过是拿他当替死鬼，等他抓到人呐，咱们再想办法吧。哎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现在胡椒跟第三郎在山庄里面，他们被人抓的时候没得反抗，一打起来有什么闪失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件事啊，关大小姐怎么办呢？你们几个都不理他，他是从京师来的，有头有脸，万一他有什么损伤，你身为地方捕头，你责无旁贷。头，要不我们先去，雷暴多少有点顾忌，不敢太乱来，你看行吗？头，雷暴已经出发一段时间了，要去现在就得去呀。是啊，你还不敢去，就是公私不分。如果你为了女人，你就太自私了。对，我太自私了，但这一辈子就这一回。你们赶快集合人马，等我回来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头，哎，你这样去，你会终身遗憾。我要现在不上楼，那才会终生遗憾呢。多情自古空余恨呢，你。大夫，大夫，我不能再拍了，他气都快喘不过来了。燕老板，
那可糟了，我能用的办法我都用了。燕老板，燕老板，大夫，你快看看啊！燕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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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捕头，饶命啊！你以为我不敢宰了你？跟我老实说，燕老板到底得的什么病？是痨病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是他不让我说的，他又不肯吃药，所以才越来越严重啊！你连老子你都敢骗，你肯定是收了钱被他收买。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你别打我了，何捕头，你别再闹了。燕老板快不行了，快让大夫看看他呀！今天你治不好他的病，我要你一命偿一命，你听吗？何捕头，你就是把我给杀了也没用啊！燕老板是血痰上涌，堵了喉咙，痰吐不出来，就是华佗在世也没有法子。燕老板，燕老板，燕老板不行了，大夫，快救救他！燕老板，你要挺住啊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啊！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燕老板吧，大夫，你救救他，你是救命的活菩萨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，大夫，我求求你了。何捕头，不可以呀，快快请起。不，你不救他，我绝不起来。不可以，哎呀，何捕头，不可以呀，何捕头。哎，哦，除非有人肯用嘴巴把他喉中的痰吸出来。燕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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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来了，要来了。燕老板，谢谢你。不用，休息吧。啊，病人需要安静，先让他睡一觉，好好休息一下。何捕头，我们先出去吧。有大夫在照看他。走吧。小姐福大命大，居然被我给逃出来了。啊，那个坏蛋狄三郎，哼，还说我笨蛋，明明是他嘛，自己不分左右，还要赖到我头上。啊，活该他被抓，活该，活该，活该。可是那些蒙面人，来历不明，神秘莫测。一出手就这么狠毒，直插狄三郎的眼睛啊！他被捉去了，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哼，是他自找的。谁让他不经本小姐的允许就直呼我的姓名啊？没大没小，不分尊卑的。啊，哼，不过是个臭保镖，活该他被抓，去死吧！可是，若被费大娘知道了，她一定会说我不讲义气，见死不救的。哎，
说真的，狄三郎要不是为了救我吧，他也不至于逃不出来啊。那么说来，狄三郎是为了救我被抓的。哎呀，其实他对我也不错。哎呀，关青青，你在想些什么呀？啊，他对我好，那是他应该的，是他的职责。我回去救他，万一我被抓了，谁来救我啊？哼，想得美。不过关女侠初闯江湖，就做出如此没有品德的事，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我吗？狄三郎，这次算你走运了。哼，要本小姐冒着生死危险深入虎穴救你，是你上辈子积的德。哼，哎呀，何捕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人真是往生世上数十年，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人间有情啊。这实在是十分钦佩，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还请原谅啊。傅伯，你我都是唯利小人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又何必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呢？何捕头，不管怎么说，小女子还是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哎呦，夫人太抬举小人了，实在是不敢当啊，还是夫人请。我还是先伺候宫，现在也该赶回衙门了。不过我还是多问一句，燕老板本来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发病？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呢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已经配呀。什么？玉佩？又是雷暴这个混账东西！刚才我送燕老板回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刚才雷暴两名手下监视着我，我给你使眼色，你看不到。我现在马上带人去找他算账。何捕头，王老板被关在牢里，动动下落不明。何捕头，你多费心呢。请夫人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何捕头啊，如果你看见狄三郎，麻烦你多费心呢啊！各位英雄，各位好汉，我的皮又厚肉又酸的，就算煮熟了也不见得好吃的。别怪我没警告你们啊！如果你们吃的上吐下泻的话，可别算在我头上啊！天哪，像我狄三郎一代英雄豪杰，未来的天下第一剑，竟然落得被人水煮剥皮的下场！哎呀，好烫啊！我的屁股好烫。眼睛啊！你再不听话，在煮熟你之前就把你的眼睛先挖出来。好痛啊！疼死我了！疼死我了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喂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好痛啊！你不说，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了。是不是说了就不用死了？别废话，快说！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就是狄三郎，狄三郎就是我。算你走了狗屎运。前两天我们才加上了新的通缉犯名单，有你的名字，原来你也是同道中人。好。喂，是不是我是通缉犯就不用死了？前几天跟你一起被捉逃掉的那个女人就是胡椒吗？才不是呢，那个贼婆娘是县城的女捕快，她是要抓我去讨赏金的。他把我逼得无处容身啊，你们却把他给放了，反而把我这个无辜的人给抓回来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你看看，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好人，都是无处容身的通缉犯，所以才会住在这个村子里。天大地大，也只有这里可以让你活下去。你们都同意他加入吗？同意。
晓得狄三郎多谢各位英雄好汉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一样戴上一个脸谱面具啊。啊，我是猪八戒还是沙和尚啊？等戴上了面具，想逃出金丹是小菜一碟，太简单了。你休想！从今天开始，要操3年的剑意。精乖伶俐，就留在我的身边吧，你愿不愿意呢？我说不愿意，你能放了我吗？谁来啦？谁来啦？哎呀，原来你们用水煮人是一种威逼的手段啊！哎呦，差点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了啊！当然了，难道你以为我们还吃人肉？这个方法是我们老大阎王想出来的，在这种生死关头，没人敢说假话。说的是啊，只是有点太恐怖了。哎，这盆水要放哪里啊？放我脚下，我要洗脚。啊，哦，好好，哎，要放这儿了啊！帮我洗脚。什么？你不愿意？当然不愿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好痛好痛啊！求求你不要再插我眼睛了，我帮你洗就是了，不洗洗。快点。哎呦，看你这个人挺凶的，没想到脚长得这么秀气。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洗脚，洗脚。其实望我村的每一个人，当年在江湖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只是犯了事无处容身，我们老大阎王才建了这个望我村，收容我们这些走入绝路的人。望我就是要忘掉过去，重新做人，每个人都不再用真正的名字，以面具上脸谱的名字相称。哦，那你就叫孙悟空啦？对呀，我们早期加入的兄弟，除了阎王老大，谁也不知道对方真正的身份。像你这种新加入的小毛头，也没什么特别的来头。我们给你一条生路，只要听话守规矩，就可以安心的在这里活下去。记住，反正进来了就别想再出去，出去就只有死。嗯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？可以问吧。既然这里养了那么多人。人活着总要吃饭吧，你们是以什么来维生啊？你慢慢的就知道了，别再问了，快点快洗吧。哎，是是是是是，哎，是。你好你好。雷暴这家伙到底有什么办法能甩掉他？难道这一辈子都甩不掉他？照理说应该可以甩掉他，没理由没办法甩不掉他。如果甩不掉他，我就死定了。嗯，大人啊，什么事啊？大人，雷暴带着大队人马到倚翠山庄去抓狄三郎和胡椒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情况危急，请大人立刻批准让卑职调动人马。不行，大人，不行，什么都不行。这不，大人，不行啊！夫人呐，夫人，夫人呐！老爷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雷暴已经清醒了？这个嘛，他是不是把王老板抓回来了？是吧，是吧？我要见王老板。啊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王卫人是重犯，任何人都不准见的嘛。啊，夫人啊，这些是公事，你就不要问了啊。那好吧，咱们谈私事。以后，你不能回卧房里睡。好，不，夫人，大人，哎呀，那卑职调动人马的事，不行不行，什么都不行。大人，如果大人没什么吩咐，卑职想早点喝喝酒，打打麻将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别烦我，别烦我，别烦我。大人告辞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呐，不让我进房，谁帮我盖被子呀？哎呀，你们不懂啊，你们不懂啊。哎，老实点啊！哼，来来来，吃，哎，吃，来吃吧，哎，坐啊。
两位差大哥，我是特意来给你们送酒的。哎呀，实在是太好了！哎呀，我来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倒上吧。嗯，好香啊！来，嗯，来，倒上倒上，好香的酒啊！再倒点。来来来，这酒真不错，多喝点啊！哎，我也要点。来，干！二位差大哥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好，哎，实在是太香了。好，来，来，夫人，夫人，王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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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老板，王老板，是你啊，王老板，看来你病得很厉害。夫人，你不是会把脉吗？你快给他看看吧。这，王老板，快伸手啊！心脉凌乱，气血两亏，而且这里的环境实在是太差了。待会儿。你帮我去煎一副药，想个法子拿给王老板来喝。嗯，好。王老板，雷暴为何要抓你回来呀？王老板，你和雷暴之间的事儿我不想管，但是你待在这里，东东便没有人照顾，而且东东如今下落不明，我真的是很担心呢。其实雷暴真正要抓的是东东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雷暴捡到东东他娘留给东东的那块玉佩显得很紧张，所以就一定要把他抓到。既然玉佩是属于东东娘的，也就是你妻子的，雷暴为什么要抓东东，不是抓你啊？我不也被抓进来了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当初啊，顾夫人，请你想想办法，赶快救救东东。王老板，你放心，我既然来看你，就一定会想办法，不但把你救出去，而且尽快找回东东。谢谢，谢谢。你不用谢我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好好保重，暂时在这里委屈一下，把病治好才是。戴着面具啊！啊！哦，这是冤家路窄。哇！哎呀，怎么没有杀伤力大一点的？面具呢？哎，我的面具呢？那边好像有声音，走过去看看。别动，站住！他是谁？
他不是五年前杀了陈存慈男女老少十二家三十八口的聂仁志吗？聂仁志，你以为躲在这里就没人找到你了吗？聂仁志，你已经被我们认出来了，算你倒霉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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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跑！真是莫名其妙，居然被这帮面具人如此的作践，还对我大材小用。哼，要是我有机会的话，我肯定啊把你们打得屁股尿流，落花流水。哼，真是脏了。喂，哎，我没有偷懒，我一直很努力的，没有偷懒。你看啊，哼，快点用手洗啊，洗得干净一点，不然我今天晚上罚你没饭吃。什么？用手洗啊？这用手洗怎么洗得干净啊？嗯，哎，好，用手洗啊。你说对了，用手洗才干净啊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真是越看越气。真的用手洗啊，我恨不得擦你眼睛。哎，不要了，我对你可是一片忠心的，我可以每天帮你洗夜壶、洗马桶，帮你洗脚，洗得心甘情愿啊。什么？连我的脚你愿意洗啊？哎呦，你这是卑鄙无耻，天生的狗奴才，天生的笨蛋。哎，你不是李静啊？是我呀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这堂堂的未来天下第一剑，竟然沦落到帮人洗夜壶啊！哎，这叫忍辱负重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有了暗度陈仓的妙计。你有妙计呀？再让我想一下，我就知道了。啊，那就是没有喽。那你有办法？我，快看，有人来了！你快拿起夜壶。这个时候你还想耍我？我有妙计呀，就是你拿着夜壶跟着我走，快点。大家好，他帮我洗夜壶的。再见。大家好，他是帮我洗夜壶的，你们不用跟来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他帮我洗马桶，你们不用跟来啊。事情好像变得有些不太一样啊。站开点啊，不要露出马脚啊。我好像听到他们跟在后面。哎呀，你不要唠叨了，行不行？什么女捕快，不用再装了，拿下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放我下来！雷豹，你给我站住！姓何的，你来这儿干嘛？这没你的事儿。雷豹，你以为你要挟古大人不给我派人手，我就不敢来了吗？我来了。哼，本官到这里是捉拿凶手的，一个小小的捕快敢阻止本官吗？呸！什么捉拿凶手啊？你我心里最有数。我现在不在班上，正好，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你挑战，你敢接受吗？本官正想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，拿着。没事吧？去！头，怎么了？头，快扶回去，走回去。头，
你想放走王老板？啊！不过我一个人做不了，你要帮我。夫人，万一要是让老爷知道了，这……为了东东，我怎么也要冒这个险。你放心，一切后果由我承担。走了，走了。夫人跟那个穷卖面的混久了，越来越胆大妄为了，竟然敢劫狱。怎么办？不行，于公于私，我也一定要想想办法。哼！哎，打开。哼，嗯，吃吧你呀、啊！嗨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看来对你是不能太客气。来，我来喂你。来，哎，吃，给我吃，给我吃，吃，吃你。哎，给我吃，吃吃。夫人，现在怎么办？拿钥匙啊！王老板，你还能走吗？夫人，钥匙找到了。走吧。醒了醒了，不要再装了，起来起来吧。起来起来起来。大人，谢谢两位了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啊。我们只是按照大人的吩咐让夫人给打晕了，让他救走王老板而已。不过说好只会打一下的，刚才夫人打了两下啊，很疼的。是啊，不用说了不用说了。啊，再加一点再加一点。哎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喂，你好了没有？他们快到了。啊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，就快了。记得搜。是。这块玉佩好漂亮啊！那边那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现在要陪你一块受刑啊！你没这个能耐，就别来救我。哼，你还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不要吵了，死到临头还在这儿吵。有请阎王来。这叫生死轮呐！那你们由谁来决定双方的生死呢？可以不玩这个游戏？闭嘴！告诉你，这不是游戏，活该你挨骂。
我来。我。啊！放生啊！哇！哎呀！太好了，我们可以不用死了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什么？不用死了？你怎么了？你们推动生死轮的方法不正确。哎，什么？我们的规矩是要将轮盘转动一整圈，刚才你只是轻轻推了一下，不算，要重来。啊！哎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早点说啊？我就是喜欢现在才说清楚，不行吗？行。哎呀，你真是没用啊！我来了，你看着。好。放心吧，放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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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过一点，过一点。再看清楚，对不起了，你们的生死看来要由决斗定夺了。哎，这太不公平了吧？是啊，我们刚才明明选的是放生嘛。是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废话了，这是生死轮的决定，你们一定要在此决斗，不限时刻，不限回合，不限兵器，不眠不休，直至杀死一方为止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。啊，两个只能活一个。拿兵去来。
我怎么能输给他呢？我怎么能输给他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赢。不过如果我赢了，狄三郎就得死。但是如果我再输了，死的就是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青青连输我两招，如果再输下去就要受尽折磨而死。但是我输了，也许向孙悟空求情，说不定我能留下来继续伺候他洗脚而已。不，万一我输了还是要死，那怎么办呢？狄三郎，快杀了他，这样你就没事了，可以继续伺候我。刚才他的眼神，他为什么要故意输给我？为什么他要为我冒险呢？阎王，我输了，他可以不用死了吧？慢着，刚才我看得出你是故意输给他的。你们一个打输了固然要死，另外一个破坏忘我村的规矩也要死。我现在宣判，你们一同活活的烧死，立即执行。啊！哎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原来是你这小东西搞的鬼，等我把你抓回衙门，不怕你爹不从实招供？什么？我爹在衙门里？哎呀，说那么多干什么？快去开动机关呐！快追，把他们抓回来！是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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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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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不能！不准他别跑！混蛋！窝囊废！快给我追！是！你们真的要把我们活活烧死啊？